而且反而是 PNG 开始主动往对方野区走了，辅助也已经开始跑线，甚至是把 AD 都给叫来中路了，在蛮早期九分钟也要来换线，感觉下一波幼虫团对 Team Liquid 来说很重要，下一波不能输哎，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个很吃节奏的，节奏，对他们不这里不能再掉虫了。哎，那 APA 变成小兵做到对方的 AD，AD 没有闪现，也没有进化。普攻，最后的一把普攻 ，APA 在中路找到机会。是变小兵吗？等下要看一下，都4202了，没有人会被小兵骗到。那这个尼可真的角色那么久了，还有人会被小兵骗到？可能变第一只吧，然后进可能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反应不及啊。对，因为他是没有闪的。现在已经很少看到比赛有人被小兵骗到了。对，这个可能在专注上面还是有一些差距哦。但这样的话，因为知道你尼可露头的关系，所以下路，球你还是能推塔啊，至少是有拿到一层。这把我觉得。目前 T D P 它的节奏都还有稳住的主要原因就是尼可很肥，然后再就是这个伊泽有一颗头，所以他两件套的时间点，那时候 P N G 是绝对不能够接团的。他那时候能接团的应该只有这个鳄鱼啊，但鳄鱼其实这把的发育并没有到太超前，对，所以中期 T D P 是可以还有机会找到一波大节奏就把游戏带走，但是要越这个有大的鳄鱼，感觉不是明智之举哦，应该是不会。啊，第二波的幼虫是已经重生了，大绝想要再抓即将变大的纳尔来得及吗？可以，狂笑猛击也有推到，还有闪现。不过球女是有大的，最后这个卷也把对方给卷回来。哦、这个是关灯的重要性哎，因为他不知道球女 TP 那边，不然他往右闪就没事了。没错，对，攻完队友其实就也没有办法看到。他没有，他不知道球女在那边了。那抓到上路以后，现在 PNG 可以再来拿第二组的幼虫喽。但听 Liquid 还是可以打，因为对面刚。刷一个纳尔招全交嘞，是，但是 APS 闪现啊，不是，是大绝其实还没好，要打吗？对，这一波要等吗？如果要等 APS 大绝好的话，可能要拖一下时间哦。哦，但 PG 已经拿了五筹，现在 TL 在留人了。哎，不过上去被恐惧到，反而血量掉的有一点多，怎么回事 ？TL 打野已经送掉了，那尼可这个时间点才过来。已经来不及了，留不到哎。虽然说有闪有大，不过正面如果真的要去做四个，后面的伤害不见得跟得上。嗯，他刚刚好像有点犹豫哎，要拉不拉的？其实随便拉到一个拉回来给伊泽 poke 就好了。啊，尼可就算没大，你先 TP 下来 ，ER 也可以打伤害啊，不一定下来就是要有 R 然后直接打掉。难道说真的是？装备的问题没有，他上一波还没有，还没有，上一波还没有。大家有注意哦，他上一波还没有。哦、对啊，上一波有的话再说。是，上一波没有。当然可以看到，其实感觉是有想要等 APA 的大。他卖的太前面了、啊。对，但他就是卖太多血量了，卖的太前面的，然后被对方给留住。他刚刚如果你在用重播看，你就觉得他很像默默走进去了，他就死了。是，他很像断线耶。感觉跟队友的沟通上面稍微脱节了一点哦，那反而 PNG 拿到了六重，也把经济给算是追平了，已经反超啦，对，现在也反超了，这个节奏就是完全有夹住啊。那 TL 这个前期算是中期要发力的阵容，没有拿到优势的情况下，现在边线要抓有大绝的鳄鱼，而且闪现也还捏在手上，看一下怎么来做操作，闪现先交，想你哦，哇，但是没有，还是被抓到。再接 APA 大绝，伤害够吗？可以，雷霆波波炸出来，鳄鱼算是被炸成了鳄鱼肉。现在 Team Liquid 他要祈祷的就是这把的龙魂是火龙或者是电龙，要有点进攻性，不然后面伤害有点太低了。电龙其实很好，因为他们有伊泽瑞尔。那现在 PNG 想要镜像也来给对方的上路压力哦，因为下塔可能会掉，夜曲先挂到恐惧，以后致命伏笔有定到。好，不过好险，大家跳跳，有小兵的关系可以跳两段。Nico 的领先还是很多哎，啊是什么龙魂？水龙龙魂。水龙魂。嗯，但第二条龙也是被铁龙拿走，所以其实铁龙是有机会在可能24甚至30分钟之前就去给这个龙魂的压力。现在就继续弄嘛，下一条龙应该 Pengamin 要看一下鳄鱼的状态，因为刚才波被抓有点伤。然后一折两件装的时候，其实 Pengamin 要试图避战，但就像你说，婷婷雨现在龙的节奏压力其实蛮快的。那虽然说有一个六重，不过六重点不到塔，我们也是有看过。所以现在反而是 PNG 要看一下怎么
去继续把经济给滚动起来。主要还是两条边线都推不赢诶、欸嗯，就是球女打到尼可推不赢，然后鳄鱼打到纳尔都推不赢。随着时间都是越来越烈。对，所以你就算中路摆一个进，他有电刀，但你这个中线进去没用，因为对方的上下线，你看这波就是上下线就直接挤进来，所以你一定要分派人手去把这个线给解掉，那这样就会给 Team Liquid 很多。但怎么有人走到对方脸上？走脸上是怎样啊？光盾先交，又是用光盾来打对方的血量。就算知道其他人的位置，直接走脸上也太过分了吧？他们两个很喜欢在脸上互 A。哦，但这样的话，现在 TL 是有把河道给踩住哦。哎呀，没刷到，这不刷到进要回家了。是，那这个预示者已经在动了，现在想要再来防守，感觉会来不及。哦，尼可有大有闪哦，这波其实 Pengaming 要接的话，蛮容易出事的。是，然后看一下人员配置，球女是 TP、要打这个时间点才过来，但河道没有视野，只有一根眼睛。好，抓到鳄鱼，先打一套，超赚半血，现在才想要被这个卷油卷到两个，拉掉。再做三个纳瑞尔，已经把对方的纳尔给打倒。那 APA 正面也是算有坐死对方的瑞尔。打后面的，打后面的。那后面的话，看一下这个死前居然可以收割。啊，亮也来到了正面战场，把最后的团战给收割干净。那看一下，这波打完一样是一波的三换三哦。三换三要看人头落点哎，右边都是 C 位拿到头，但左边是给到了好像鳄鱼有拿一颗吧，611的尼可。其实这波打起来感觉是英佩给机会，因为他这波是小纳尔，你看他这边是没有办法叠怒气的，他这波走到队友旁边，然后害队友也被开，然后他这波全吃，什么事都没做他就倒了。但后续还好，这个蝎子拉两个配尼可这个 combo， 对面是没办法操作的，伤害有灌出来。后续是因为尼可这个大绝把战场做了一个切割，那听玉鬼反应很快的直接打上半部的人。尽管上面的是两个比较弹度比较高的，但这因为尼可真的太肥了，然后伊泽这波也有这个三项了，所以他伤害是够的。这波感觉如果英佩没这么搞的话，应该是不会长这样了。啊，这波超快的，当然看得出来哦，就还是想要开战，但可能开战时间点并没有选得很好。再留有伤 T， 然后野大好像也没好，所以这边要等一下。啊，预示者其实刚刚是有稍微动一下的、哦，不过团战开启以后就又放回去了。这里可能要拉开、欸，因为第一个是如果他们有算 TP 时间的话 ，APA TP 时间好了，他们不能确定后面没有绕背眼位。对，这边再被 APA 做到一波，这把就是要爆炸。现在是已经开始在排了，那河道也是被踩住，那纳尔又变小嘞、欸。然后其实鳄鱼是也有 TP 的，这个4000D 有没有要打？两边的大绝其实都转的差不多了，再一个关灯。但目标是谁？后面有一个 TP， 这个卷又卷到两个，做两个。哦、那里面 A 片有没有打算反开？没有。哎 ，EZL 已经倒了。好、啊，再拿一个头。还有华丽谢幕 ，Impact 能走吗？到，也走不掉。很怪，为什么每波打起来纳尔都是没怒打？他这波是吃到还有四千的时候他就变小了。然后 A 片在塔下闪现出去开了两个人，但是军规都有、大天使。哦，这样子感觉铁龙急了，赶快回补，赶快回补，因为等下要打龙团了，等下要打龙团啊！为什么纳尔的怒气总是这么的不好呢？怎么回事？这波打完 ，PNG 拿到了，他跟我一样不太会控怒。哎，不是，这里是太快，这是。哦，这是刚刚那一波，但纳尔已经变小了。那对方抓到纳尔变小的这一瞬间，直接看，你看这波硬配又完全没有用，因为这里他只有一个三项。要伤害没伤害，要坦度没坦度，尤其是小纳尔的情况下，其实只能在侧边可能给一点骚扰而已。就是这波如果要吃的话，他要确保就是吃完当下，你知道纳尔都是要有怒，你要限制对方进场。那他吃到剩四千，那个纳尔就变小，所以对方冲进来了。那你在少了一个关键前排的情况下就接不 了。因为史嘉刚刚是在旁边吃预示者的，虽然说有吃到，可是他是来不及来帮忙队友。哦，那这样打下来，其实左边夹得很好哎，现在甚至还稍微有一点领先。他们现在龙踩住了，看这个龙可不可以控。如果控制住的话，感觉要打满了，因为 Team Liquid 这个节奏就是打得不够好。哦，好像要放了，因为 Anti 在上面。来，预示者叫出来，其实是有可能拿两塔的哦。这里看有没有 TP 回防，球女要不要 TP 回防？是，另一边有拿到一座塔，不过在吃小龙的时间点。有可能他会不会被伊泽反偷一个、啊？那会再撞一次，这个好吧，预示者会再撞一次。
哦，想抓三个人，他们有点想偷鸡啊，看谁来手要抓他。哦、但过来看到是一个比较硬的瑞尔、哦，所以。哎、欸欸，还想要点吗？伊佩尔被留住了，完蛋！哈，到底在干嘛？来不及变大，完啦，买一送一。哎、欸，但是一折抽到又抽到，又是一折，到底不可能啊！有重疾一千二，第三条被 TL 拿到了。哈，难道这个纳尔是在献祭啊？不是啊，那个跟那个重疾不是一千二的重疾。怎么了、欸？他有下重哎、欸，所以他是没有重好哎、欸，然后被一泽偷掉哎、欸，他没有重好哎、欸，那现在就压力大了哦。原本是听力股压力很大，啊，现在听牌了，平跟平压力很大啊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到底在干嘛？这两队很悬哦，很悬。因为这把很悬，但那个夜曲哎、欸，有没有重播啊？导播，那个怎么偷的、啊？感觉导播来了，他一定重疾没下好啊。看一下多少血。400、200哦，所以他是已经先下了。欸、他没哎、欸，他现在有量中，所以他根本没中哎、欸，他没有下中、欸。那中是中，因为如果刚刚 OB 没有问题的话，他是连中都没下哎、欸，他不是中早了，他是根本没下。是，哈哈，这我是没想过，伊泽瑞尔可以在两场偷两条龙，还是不同人用的。那一泽这里回去两件套了，哇！重点是这个听牌龙很关键啊，只能说好样的，一泽瑞尔。原本节奏 Pengaming 夹住了，结果一个大礼包飞过来，龙拿到了。那现在又不好说了。虽然说刚刚纳尔算是有一点白给，因为他白给一整把，所以好像还好。但那个夜曲这个算是好礼来相送，是。这波哎、欸，但有人被拉上墙，这台被推到墙上。哦，不过好险是可以往下走。哎，但一样打得很凶，一下去把对方给杀掉以后，虽然说夜曲是关灯，哦，阻止对方的进攻。不过后续如果想要再来做反打是比较困难的。哦、他上钩嘞，那根眼让那个瑞尔失去戒心，直接被拉上去。是，这个钓鱼的这个饵放得够好哎。那看一下呀，哇，再挂哦，好险没有刷到。哎呦，这个 Q 有中的话，直接爆血，因为他有吃到打 Q。那两边的中路也都是有出到雷霆风暴。尼可下一波要下一件要死帽啦。是，但最主要是尼可这个611的战绩现在是做到谁？好准，好准，好准，谁就要死。三中三，